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不知道大家伙记得不记得啊？董卿你也想一想，6年前哈，有一对名叫白云，一个叫黑土的农民老两口啊，走进了崔永元主持的《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》的演播室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啊，这时间过得太快了，转眼6年过去了。那白云和黑土老两口日子过得好吗？舒心吗？恩爱吗？这不，今天啊，小崔又把他们请进了演播室。他们三个人要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儿呢？你别吃了，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，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，不爱跟你出来，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。你记住哈，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，听了没？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，那多丢人呢。 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？别吱声行吗？乖啊。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？太不拿人当腕儿了。搁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，这中央台嘚瑟的，你说哎呀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啊，来晚了，对不起。昨天晚上没睡好觉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大妈大叔都来了。来了。您好，大妈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大叔。哎呀，你赶紧开始吧。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。这都出来一趟，这北京台、天津台，这都得给点面子。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，快开始吧。坐正，坐好了。比我还熟呢。各位朋友，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。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。6年过去了，他们有什么变化呢？我好了。枪疯了，你接着吧，说你的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都啊。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，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，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。这么的吧，你坐下。我先采访你几句。行。怎么的，小崔？6年没见，听说你抑郁了。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。好点没？好多了。你就别装了，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，你说都写你脸上了。是啊，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，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。铁岭还这么夸人呢。拿礼物过节了啊，给你带个纪念品。你这小辈儿的，你这啥玩意儿？这是十五岁呀，这相当有纪念意义。哎呦，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。看哪页？哪页？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。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。白云大妈雅正。谢谢。还有呢。还有呢。哎呦大叔，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？看北面。转一转，摇一摇，天天锻炼准睡着，黑土雅正。谢谢大叔大妈，你看还给我带礼物。谢谢您。好几年没见了，你大妈就合计，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。哎呀，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。哎呀，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。是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？我沾枕头就着，呼呼的。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。
是啊，像我这小心眼儿的才睡不着呢。没说你啊。嗯，大叔，您这六年快乐吗？快乐，我天天唱二人转，跟十来个老娘们儿。我整我的出版物，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，事业上互相帮助，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凑合过呗，还能离咋的呢？其实啊，我都听说了，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。绯闻，绝对的绯闻。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，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。做人难，做女人难，做一个明老女人难。大家都看到了吗？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，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。哎，咱换个方式，大叔大妈。嗯。我问大叔的时候，大妈把这耳机戴上；问大妈的时候呢，大叔把这耳机戴上。嗯，好不好？哎，听听音乐，放松放松。给他扣上，来，戴上。哎呀，这声音太大了。叫你扣上，你扣上，你咋那么多话呢？问吧，崔。哎，大妈啊，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？俺们搭专机来的。那太贵了，那我们报不起。不用报，都小钱儿。现在有钱，瞅这穿的，相当有钱。太有钱了。哎呀，这个是挺贵。您这是貂皮？错，貂绒。那特别贵吧？不贵，四万。四万还不贵啊？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。女人嘛，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。是够狠的。那我再问问大叔。嗯，行。哎，您听听音乐。问你了啊。嗯，该你了。声挺大的。嗯，大叔啊，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啊？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。那得多冷啊。穿的多呀，这都抗风，你看他这衣服。哦，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？老贵了，40一天租的。租的啊？怎么样，有效果吧？还得这么问啊。我再问问大妈，您听听音乐啊。我这底下咋都笑呢？我看这里有事儿，你看我点手势。明白。你问吧，崔。嗯。大妈，咱说说您这个书吧。书啊。啊。说书那可有的说了，那从哪儿说起呢？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。签字售书啊。啊。签字售书那天，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，那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呀，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，那一摞书都倒了。哦，嗯，那我再问问大叔。行。哎，问你，我那书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？没签字售书啊。没有吗？全白送的吗？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。哎呀妈！一听说白送的，全乡都去求书去了，回去全糊墙了。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，左一层右一层。后来上厕所一看，还有这么厚一摞书。来。大妈把耳机给我吧。智商相当高。对。是这么回事啊。嗯。刚才啊，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。是。可是你们俩回答呀。嗯。一点不一样。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，你们自己对着啊。我怎么的？你怎么说的？咱怎么来的？坐拖拉机过来的。我这衣服呢？40一天租的。我那书呢？我都按你那比划的，你不说全糊墙了吗？最后厕所还有人看书啥的。嗯，我说了不让你啥实话都往外勒，你咋记不住呢？那没办法，他那玩意给扣上了，你这孩子学坏了，你说呢？我说的。